因为第一件事高兴就是说我好像从认识我的另一半开始到现在十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试过一个家庭完完整整的参加完了一个夏令会。通常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怎么样，妈妈就去了去了去了，他就做工，然后我去一天他就回来了，就从来没有说啊由头到尾都可以来到今天他来了，我就心里面实在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在一起经历神是有预备的，这个是我在我属灵生命上面常常经历到神告诉我他是有预备的，这个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是教会里面是最后，我相信我们是最后一个家庭报名的，因为上一个礼拜我跟孩子从香港回来，后来就有华华确定来还是不来，通常我都把自己一些想，我自己这个做法就把想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想怎么样我就学习不吭声，我就放在祷告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这个是我一边学的，我就由他来确定，后来是他说啊报名，他跟小鱼说来了，就我就来了，我们这样来。第二件事我来之前我感谢神，因为我来之前我跟神祷告说哎这个我真的可以去了，我感谢神。后来我跟神说因为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自己去一个夏令会，跟孩子去那个夏令会，我那个经验很不好，那个夏令会回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我以后都不要去夏令会了，那个是很多年前，后来我真的中间没有去过夏令会，通常我暑假都是回香港的孩子，没有去过夏令会。但是我来之前我跟神说神来帮助我把一些不好的经验拿走，那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说这次夏令会我非常的满足。还有我第一天来到这里，第一天晚上我们上课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牧师跟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问问题啊，有时候互动，哇，我那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心里面哎呀神真的在这里，因为我看见那个互动问题问发问问题牧师的回应还有弟兄姐妹那个问题，我听在里面哎呀我说神啊你真的很知道，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哎，我觉得很敏锐的牧师都好像摸到了，我是在旁边观察，哎，我心里面就哎呀神啊你真的在这里了，这个是我自己特别的一个感动，不单止一次我有这个感觉，这个是第二点。后来最后讲一下就是说从开始第一天到现在我刚经历神对我说神是有预备的，他叫我等，这个是我从神而来那个感动。因为我们在办夏令会的时候我不是主持人，我不是这个夏令会的主持，但是在筹备的过程里面我记得刚刚开始想办夏令会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一个主题是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那个时候有弟兄姐妹都很想知道有方法怎么聆听，但是到今天我们那个深度灵修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不单只懂得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这个程度可以高到，所以到一个地步是24小时，不是说是我们跟我们的父神就是生命，我刚才祷告哎呀主啊你就是生命，这个就是我要的，因为在主里面真的有生命之道，我觉得这个没有就是生命嘛，这个就是我要的就是那么简单，我哎呀自己说哎好像都不难啊，我心里面那个喜乐是实在是很是感动的，我自己是非常感动，因为神实在知道我需要什么，后来他就告诉我自己你不要紧你等候神，神是有预备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好像梁全道说这个机会鼓励不止三个人了，等候神神是有预备的，我们教会好像刚才的诗歌也给我很大的感动，我们每一块都是活的石头，因为我们里面有主耶稣，我们不要怕，我们心身不够，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感动，神会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摆上的时候神一定会在当中做很奇妙的工作，因为他是神我们是属他，就是很简单好啊弟兄姐妹，哎呀，谢谢感谢神，就这样。